刘诗诗素颜泛金，不化妆皮肤似能掐出水。吴奇隆刘诗诗这对荧幕情侣三度合作的新剧正在热拍，在片场二人被发现私下里互相打闹嬉戏，关系非常不一般。近日二人又被曝私下相约共逛便利店，被疑恋爱了。日前记者在机场发现了刚刚从剧组归来的刘诗诗，刘诗诗着装休闲，戴着大框眼镜，棒球帽的帽檐遮住了半张脸。相当低调的刘诗诗脚步很快，面对着大大小小满满一整车的行李，刘诗诗还亲自帮助理推着行李车，脸上挂着微微的甜美笑容，似乎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绯闻都与其无关。平时娱乐独家报道。